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951页啊，951页第二行看起，烦满胸中，这一句是经文，下面是念老的注解。会所曰：迎合内少，胸热心狂，邪态外溢。这一句也是经文啊，迎邪荡溢之态，流露于外也。费损家财，费是耗费。耗也，损是减也，是为非法，所为之事不合法度，甚至干犯法律，所当求者而不肯为，不求自利，不务正业，不求出离，不知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，这是营业幕后几句经文。佛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着实卧苦啊，我们年轻时候看到这段经文，总以为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，有一些地方啊，感觉到太过分了啊，好像这里所写的。今天的社会让我们看到了佛说的诸是染污，是是这个世界由于农药化肥、改基因啊，现在连土地都不干净，
污染了啊，生产的粮食、蔬菜，这是我们每天不能缺少的。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感觉到，跟十年前、20年前相比，好像没有以前那一种啊，鲜味、美味没有了啊，甚至现在连空气都被污染了啊！我听说大陆许多地方严重的雾霾，那是什么？空中的污染。水污染、土壤污染怎么办？啊，卧苦不说别的了，就是这些，我们还能受得了？多少人还有寿命？因为种种污染。早走了，这是做事卧苦到极处了啊！或者认为极处可能是核武战争啊，核武战争没有胜负，同归于尽。啊，不但是动物不能存在，连植物，甚至于包括细菌都不能存在，这多么可怕！这段经文有劝我们，有勉励我们的话。啊，烦满胸中。会所里头的解释，杀盗淫妄啊，这是讲到淫，第三段淫啊，淫火内燃，凶日行狂也啊，这是日本净宗大德。为我们解释的邪态啊、外邪，这都是连到淫邪荡逸之态，流露于外也。废损家财，耗费了、损失了你的财物，啊，视为非法，这是违背道德。违背法律的现在在这个社会中国外国到处你都可以看到啊，这是什么世界中国人的世界就算是满清末年、民国初年，社会确确实实是一个充满了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圣贤教育的社会。啊，我虽然。没有能受到好的教育，但是在那个时候的社会，我们见过，啊，虽然很小，5、6岁，祭祀了，啊，我们生长在农村，农村
尤其朴实，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啊，都市里面有污染了，农村还没有。可是二战之后啊，日本人投降了，我回到家乡，家乡过去那种朴实的已经不见了，已经被污染了啊。那么今天这个污染的程度比起那个时候六七十年前增加多少倍，所以许许多多的自然灾害发生。自然灾害为什么这么多啊？为什么发生？原因在哪里？我们要把它找到啊！啊，原因，真正的原因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这些段，从32品到37品所说的啊，这6品经要是多读几遍，在冷静观察这个事情，这个现前的社会，你会感到恐惧啊。这个社会还能住吗？不能住怎么办？释迦牟尼佛就是为这桩事情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实现，把事实真相为我们详细说明，然后告诉我有去处。如果没有去处，我相信佛这些话他不会说。到哪里去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这本书特别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，那个地方环境好，佛宝大，寿命长，阿弥陀佛无量寿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个个都是无量寿，而且保证在那个地方一生圆满成佛。好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要吃苦，要羡慕极乐世界的智慧，德能相好啊，最难得的接受阿弥陀佛亲自教诲啊，所以这部经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啊，到底有多少次没人知道。那么从传到中国来
翻成中文的经本来看，《大藏经》里面有五种不同的版本，都翻过来了。《藏经目录》里头有十二种译本，可惜有七种失传了，现在留下的五种。啊，根据古大德的判断，从这五种译本内容来看，不是释迦牟尼佛一次讲的，一次讲的翻译出来，尽管翻译的人不一样，时代不一样，但是肯定是大同小异。而事实上，这五种译本里面细心观察，里头有很大的差别，就证明不是一次性。那么我听内蒙金教授告诉我，蒙古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有十几种的译本。啊，他那里比我多，我是希望他统统把它翻成汉文，给我们做个参考。我们就能想到，佛为什么这么多次的宣讲？为什么？这是佛的大慈悲心呢，希望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永远离苦，六道轮回苦啊，究竟苦啊，永远离苦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永远享乐。那个地方没苦啊，所以幕后念老这几句话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所说的。啊，我们要求自立，我们要求正业，我们要求福、求慧、求生净土，这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真正的功德了，真实功德。那只有一个愿望，帮助我们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啊，圆满成就之后是成佛了。成佛肯定你会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帮助遍法界虚空界还有许许多多的众生，在十法界，在六道轮回，苦不堪言。啊，你会发现，像世尊、像弥陀一样，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，戒引这些众生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是佛的愿望，菩萨的愿望，圣贤的愿望。我们这一生当中有机会遇到了，无比的幸运。啊，真正像开经记所说的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真难的。啊，六道轮回，一般时间最长的在三恶道，三道轮回，畜生、魔鬼、地狱。啊，从三道轮回里头的人道的人生。机会很少啊，少到什么程度？佛告诉我们，三途一堕，五千劫啊，就算是小劫，都太可怕了，五千劫。才可能有一个机会，你到人道来啊！到人道，你才能闻佛法，你才能修行，你才能出离六道轮回。所以，这个机会我们遇到了，明白了，不能错过，要下定决心。我这一生当中。只有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。那从哪里做起呢？这部经是说明书。啊，是为我们细心分析两途。境遇不同，我们自己自然就会选择了。选择之后，这个法门真的超过八万四千法门。八万四千法门叫难行道啊！难在哪里？难在断烦恼。断烦恼不容易啊！啊，出轮回啊！这个法门跟八万四千法门相比，它是易行道，很容易修成，人人都能修成，而且保证我们往生。无量寿经就是保证书。你只要依教修行，你只要不违背，保证你往生。句句话都重要，要认真努力。教我们放下的就放下，教我们提起的应当提起。啊，讲到最后，信愿持名。就能往生啊！相信真有极乐世界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佛没有妄语，世间善人都不肯欺骗众生，都没有妄语，何况诸佛如来，怎么可能有妄语？啊，对佛菩萨信心不足，半信半疑，那是业障啊，那就是罪啊。啊，真正希望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愿心。非常恳切啊，真心切愿往生极乐世界，条件就具备了。临命终时，
一念十念都能往生，这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愿的四十八愿第十八愿。怎么会是假的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往生就这么简单，信愿。啊，念佛功夫前身，那是关系到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品位高下不同。啊，师徒真的极乐世界，有四徒三辈九品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也是办了个学校啊，有小学，有中学，有大学，有研究所，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完成这四种教学，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，用这个经来做代表。我们举个比喻说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阿含是小学，方等是中学，般若是大学，法华是研究所。释迦牟尼佛用了49年教学，帮助菩萨成佛。大学是菩萨，中小学是阿罗汉，啊，研究所是西方极乐世界长期光净土，那里的什么人住？诸佛如来。你毕业了，最高的学位了，佛陀成佛了。这极乐世界有四徒，长吉光净土是博士，我们用这个做比喻，注意清楚。十报土，啊，十报庄严土是菩萨，方便有余土是阿罗汉，最下面凡圣同居土。释迦佛在我们这个世界49年完成，在极乐世界这四徒三辈九品，啊，每一徒都有上中下三辈，都有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到下下品九品。这就好像插班，有能力插班，到极乐世界就提高我了，你的学习地位提升了。有人问我，法师，你求往生，求往生，你希望哪一个品位你就满意了？我告诉大家，我学莲池大师、藕益大师这两位祖师，在著作里头我们看到有人问过他，啊，两位祖师都是同一个答案，我只要
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就满足了。我听了这句话很得受用，你要问我，我跟两位祖师一样，我也只要凡生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。为什么？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寿，真无量寿，不是假无量寿，无量的寿命在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亲自加持啊，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描绘得很清楚，凡是先生到极乐世界，那你阿弥陀佛教你都是个别教学，谁教你？阿弥陀佛亲自教你，行吗？行，阿弥陀佛的化身，应化身，他有能力，有多少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去，他就能现多少身，一个身带一个学生，从同居土保送你到长吉光，到长吉光就圆满成佛了。这个好事到哪里去找啊？这不是全世界，全世界好像很大，如果我们到太空当中去看到地球是很小的一个小星球啊，比地球大的大半倍的千倍的万倍的不知道有多少，这个世界没边际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哪里来的？大乘经上告诉我们，从自性变现出来的。谁的自性？自性只有一个，没有两个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，大家都知道，没有人怀疑，大家都承认，这就不是假的。啊，见性之后，五祖忍和尚半夜三更照见，考考他，给他印证。啊，见性了，说说看，见性什么样子？啊，他的报告，也就是他的毕业论文，五句话，多简单。啊，这是拿波斯学位啊，成佛啊，不是普通学位啊。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第一句啊，第二句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这个何其用现在话说，没想到自性本自清净，自性本不生灭，自性
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具足整个宇宙，具足一切法，具足万法。啊，所以求法，法不在外，在内，在自性。所以佛法的教学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这就毕业了。得什么学位？佛陀。啊，自性就是自己，自性是真正的我，真正的自己。啊，自性是一，不是二，没有两个自性。一切诸佛跟我同一个自性，是我自性现的。一切万法、一切世界、一切众生，都是自性变现出来。不现的时候，本自具足；现的时候，就是整个宇宙。啊，在佛法讲，法界虚空界，变法界虚空界。这个里头的意思重要啊！啊，自性是什么样子？后头一句，本无动摇。啊，从来没动过，从来没摇晃过，如如不动。在哪里？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。幕后一句，非常重要。能生万法，自信。前面四句，我们姑且这样说吧，是佛法的哲学。最后这一句，能生万法，是佛法的科学。佛法用今天的讲法，哲学跟科学都是达到登峰造极。方东门先生肯定佛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！我相信再过个一二三十年，很快科学家承认，量子力学家啊，大乘佛法，大乘经典是量子科学的最高峰，能生万法。为什么？自性没有边际，大而无外，所以法相没有边际。啊，自性。没有方所，也就是说，它没有一定的空间，时间跟空间它没有，所以现实环境里头，这个大而无外的太空，太空也没有时空，啊。找时间空间没有，没这种现象。学佛终极的目标叫我们回归自性，把自性找出来，然后变法界虚空界游戏神通，想现就现，不想现就不现。啊，不想现就长期光，常不生不灭，即清净无为，光一片光明，里面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念头的现象，心理现象。啊，心法跟色法都不存在，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会现？起心动念就现。
为什么不现？不起心不动念就不现。啊，那么在此地，我们要把这桩事情讲清楚。我们反复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，身体接触，第六意识起心动念，六根缘六尘境界。缘的怎么样呢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同时起来，这叫六道反复。阿罗汉比我们强，阿罗汉起心动念分别不执着，所以我们明白了，不执着是阿罗汉。比阿罗汉高明的不但不执着，分别也没有，不分别的是菩萨。那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，住常寂光啊。所以极乐世界有这四种净土，常寂光净土是不起心不动念佛住的，十报庄严土是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的，他们住，菩萨住。方便有余土是阿罗汉辟支佛住的地方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，叫六道反复。他住哪里？他住六道轮回，住六道。这不搞清楚，你没法子学佛，你对佛门都没摸到啊！一定要把这搞清楚。修行在哪里修？明白了，就修什么？修不知足，就我们现在要修。修不知足啊！我看清楚，听清楚了，我都明白了。不执着什么，别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执着。为什么别放在心上？因为是假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这个宇宙是什么？是一场梦。我们梦醒了。晚上睡觉做梦，梦醒了，梦中境界什么都不见了。啊，同样一个道理，我们现在在做梦，在六道轮回里做梦，在十法界里做梦。哎，这个梦里头你要不执着，你就超越六道的梦。啊，如果道不分别不执着，道不执着。十法界没有了，四圣法界是六道上面有声闻缘觉菩萨佛都没有了，所以佛也不是真的，是个名词而已。啊，真有吗？真有。真有是什么佛？应化身佛。我们能看到化身佛我们看不到，不但我们看不到，化身菩萨也看不到，那是常寂光啊。总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，然后我们再去才真正知道求福求慧求生净土
啊，佛是什么？大自在呀、啊！啊，智慧神通大自在，这是佛宝。啊，慧是智慧，智慧是通达明了，遍法界虚空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全明白了。全知道了，为什么会知道？因为你本来知道，本来智慧嘛。啊，慧能大师说的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具足无量智慧、无量福报、无量才艺、无量寿命，样样都无量。所以成佛应当的本来成佛，因为你本来是佛，成佛却是很自然的事情啊！为什么要在六道里的受这么多苦，眼见色耳闻声都起心动念啊，都这个想得到，那个想拥有，晚上睡觉做梦，哪一样是你的？啊，睡得很熟，人家把你抬走了，你都不晓得，什么是你的？没有一样啊！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真的是个梦啊！佛在《金刚经》上有一首偈，幕后，一切有为法。有为就是生灭法，有生有灭，这叫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说得好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三界，色界、无色界、欲界，这一切法是一场梦。你没有出轮回，不知道阿罗汉超越了，醒了，最成罗汉啊，成皮之福啊，他在提升，那就是修行。学菩萨了，小乘进入大乘。菩萨有41个等级，前面30个等级叫全教菩萨，比阿罗汉高明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啊，我们都知道有30个位置在方便土，明心见性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自性，无明41品，前面30品无明破了，登地啊，登地破根本无明，就是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断干净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佛是怎么成？是从得定成的。慧能大师说得好，第四句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”啊，自信真心什么样子？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就是自信。他就是这个样。
啊，他要是动摇了，就能生万法；他不动摇了，万法就没有了。什么时候会让他动摇？等觉菩萨入的那个大定，他不动，等觉菩萨成佛，十地菩萨他动摇了。十八庄严土现前，就能生万法，能生十八庄严土。他不会生有余土，不会生同居土。啊，这个理、事实真相都搞清楚，就好办了。知道怎么用功啊？啊，用功就是修定。啊，我们读经，读经是对知识分子。修定有84000种，84000法门，84000种不同的方法修定，方法不一样，成就是平等的，所以法门平等。无有高下，是哪个法门比哪个法门高？没这个道理，讲不通。是哪个法门比这个法门容易修？这个有。啊，修成都一样，没有两样。菩萨道，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慧。戒，要不要戒在身上？要，初学的要。初学要样样都要守规矩。啊，老修的就不要了。为什么？那是样子，形象。佛法重实质，不重现象。真干的啊，就是刚才提示诸位的，眼见色不动心，动心怎么办？动心的不分别。分别怎么办？不执着，不执着是阿罗汉，不分别是菩萨，不起心不动念是佛。练这个功啊，这真功夫啊，重实质，不重这些现象。这个方法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啊，那么重在外面的仪表仪规，这对初学人讲，所以小乘重形象，啊，大乘重实质，实质不重现象，大乘比小乘就开放多了。为什么？小乘人他有分别，他有执着。啊，大乘菩萨他没有分别了，他还有起心动念，所以他没有能证得究竟，
到不起心不动念，就究竟圆满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方法这叫基本功啊，必须认识清楚啊。佛是谁？佛是自己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不但人是佛，天人是佛，阿修罗是佛，畜生是佛，连植物、花草树木是佛，山河大地是佛，啊，一粒微尘也是佛。佛是什么？佛就是自性。所有讲的通通是自性变的，离开自性，无有一法可得。然后我们就恍然大悟，佛菩萨为什么那么慈悲，救度一切众生？原来众生跟佛是一体，爱不爱自己？爱自己，都是自己变的，你爱不爱？大爱啊，真爱啊，是从自信里头流出的这个爱啊，没有变质啊。比其他宗教讲的上帝的爱、神圣的爱，还要讲得究竟，讲得圆满啊。为什么？一体帮助人开悟，就是帮助我自己开悟。这是什么心量？这是自性本来的心量。自性就是真心，真心就是自性。所以学佛没别的，用真心不用妄心，就是菩萨。佛经懂不懂没关系，佛经千经万论都是叫你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用妄心就造业，有善有恶，善业感善善道，恶业感善恶道，都叫迷，都没觉悟。真正觉悟了，迷善恶了不可得。为什么？真心里头没有对立的，善恶是对立的。啊，祸福是对立的，生死是对立的，自性里头没有对立。对立从哪来？从起心动念来，从分别执着来的。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，全来了。啊，只有佛菩萨不起心不动念，不造业了。阿罗汉还造，轻，他有分别，菩萨没分别。啊，菩萨不造业。啊，到地狱去度众生，现地狱身，要现同类身，不现同类身。没办法教他啊，度畜生要现畜生身啊，你度了些恶鬼要现恶鬼身，不现同类身，你没办法教他。所以菩萨分身化身，
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啊，要这菩萨什么相，佛什么相，没相。阿罗汉有相，菩萨没相，能现一切相。这叫大自在啊！这是福啊！啊，我们能善用这种心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知道一切众生跟我一体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跟我也是一体，一体。就很容易得到诸佛菩萨加持，因为你没障碍，你要有我、有他、有你，就有障碍。障碍对加持来，就加不上。啊，没有特殊的功德缘分，加不上。啊，你自己把障碍撤除了。自然就加上，不费力气就加上。底下一段经文是讲傻道隐，隐它隐跟傻有关联，它能够引起杀人杀生的动机。啊，不说别的，我们只举一个例子，堕胎是不是杀？杀谁？杀自己亲生儿女。他到你家来做你儿子，佛经上讲四种缘，没有四种缘不到你家来。这四种缘是什么？第一个是报恩的，第二个是报怨的，报恩报怨；第三个是讨债的，第四个是还债的。啊，他是报恩，你把他杀了，恩变成仇，下一次再来报仇，麻烦大了。报仇的时候他杀你呀、啊。如果是来还债的，好啊，他赚钱给你花了。他还债，他对父母没有孝顺心，但是会供养，啊，供养不去，哎，他欠你多，他还你多，欠你少，他还你少，还债的来了，你把他杀掉了，债没有了，加上仇了，啊，讨债的来了，不但你没有还他。你还杀他，来生的时候，这个怨结的更重啊！不但要钱，还要你命啊！世间法总离不开因果报应，所以起心动念，马上要停一停，想一想这个念头。会感什么样的因果？恶念自然就不起，不会起来了。啊，杀盗淫妄是恶业，对个人带给很多灾难、疾病。啊，对社会、对山河大地，都会引发地震、海啸、旱灾、水灾，啊，种种灾难都是众生业力感召的。这个道理要不搞清楚。
永远这个结解不开。这个麻烦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报不尽，越报越严重啊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要靠教育啊！中国古圣先贤懂得，我学佛之后想到我们中国老祖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，这些都是成佛再来的。他们要生在印度，印度人称他做佛陀；释迦牟尼佛要生在中国，中国人叫他圣人。称呼名称不一样，意思完全相同，他们是同一个阶层的人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生在不是同时代，也不生在一个地区，为什么教给我们的？他自己身行言教慧根大乘佛菩萨相同，即证明上一体啊，相同啊。所以宗教可以团结，由团结的理论做依据，由团结统一的方法，并不困难啊。我们在国外跟宗教关系处得非常好，宗教是教育，中国人讲圣贤教育，印度人讲佛陀教育，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，时间长，讲得多，讲得详细。啊，圣贤们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，这么长时间的很少。啊，我们看一般宗教的创始人，都是大神大贤，都是值得人尊敬。啊，有这些地方。让我们又体会了一桩事情，这个世界上教学确实有无师自通。为什么？中国人所说的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那就是无师自通。你看这个书从头到尾念上1000遍，意思不要问人，自己明白了自通啊，再念1000遍，你的通的能力越来越深入，越来越广大啊。所以1000遍，其义自见，小悟啊；2000遍，大悟啊；3000遍，大彻大悟啊。这就是无师自通，真有。啊，我这有几个同学，听到我讲这些话，他们就真干。
有几个念完三千遍的来告诉我，真的不是假的。三千遍念完了，再看古人的注解，很容易，一点都不难。啊，没有念之前，看古人注解看不懂，啊，一千遍就能看懂，两千遍、三千遍就能深入。啊，有人念六千遍，还有一个同学念两万遍，无量寿经念两万遍，就这个份。啊，我最近要把他找来，找来干什么？叫他讲一遍给我听听。啊，证明古圣先贤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不是勉励人，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文化会不会断灭？有可能。但是明白这个道理的话，虽然断灭了，还有再醒过来的希望。啊，我们不希望它毁灭。啊，这个是能够叫传统文化再醒过来。在这个地球上还能发挥作用。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。又何交接聚会？兴兵相伐，攻击杀戮，强夺破邪，归结妻子，极身作乐，重功增业，患而扩之。这个一段经文是不是说的现代社会？古时候这种情形，东西方都有，比较起来灾难小一点，灾难的程度轻一点，在中国。为什么？中国人有古圣先贤的教育，讲得很透彻，而且从小教，啊，着重扎根教育。虽比外国人强，造的罪业也强。啊，外国人跟中国人比，他喜欢杀人。他没有把这个因果报应放在心上，可能连这个还不懂。啊，早年间受过宗教教育。还好一点，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，证明没有上帝，没有神啊，所以不上教堂了，不做礼拜了啊，许多教堂都在变卖。我早年到美国，我们就买教堂。啊，他为什么要卖？没人去了。啊，西方现在这种情形很普遍。
对今天社会之不安定，人心浮躁啊，造作恶业的人越来越多，毫无忌惮啊，都是因为没有鬼神，没有上帝，人死了，一切都挽留，他在胆大妄为啊！如果要晓得因果报应是事实，真有，他就不敢了，多少会收敛一些。是中国古时候教育，圣贤教育里头融汇了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这个教育才圆满呢。啊，现在的学校教育没有伦理，没有道德，没有因果。受高等教育，受教育多的人，造的罪业更多，更可怕。这个事情怎么办？我在国际上遇到很多国家领导人，问过我这些问题，啊，我用英国汤恩比博士的话来回答他。我们自己说法没有。他不能接受，不能相信啊，分量不够啊，啊，他们也比大家没话说，大家公认啊，这是个历史哲学家啊，他告诉我们，人类的历史里这五千年历史，这中国记载最完整，人类历史先有宗教，后有文明，文明是从宗教延伸出来的，没有宗教的文明不可能延续三百年，也就是三百年时间没有了，地球上曾经出现20多种文明，现在只剩下一个了，中国的。啊，中国的文明讲的有道理，啊，宗教延伸的。中国有三个宗教，儒释道。儒道是我们自己本有的，啊，这个佛教是汉朝时候传过来，也有2000年，所以它有三个根呢。中国我们有三个根。啊，另外还有一个根，伊斯兰教。伊斯兰教是唐太宗那个时候传来的，唐太宗在世，啊，总护法了，他护持佛教，也护持基督教、天主教跟伊斯兰教，都是在那个时候传到中国的。唐太宗平等对待，
啊，所以中国文明跟其他的不一样啊，外国也可以宗教，所以文明容易消失啊。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我们的文明有了危机啊，危机是什么？我们不认识中国字，不懂中国文，中国文是文言文，中国字是汉字，汉字怎么来的？历史渊源，知道人不多了，在中国称为文字学。中国文字是一门学问，我们现在要找懂得汉字、懂得文言文的老师来教学生，现在还可以找到几个，都是七老八十。十年之后，这几个人大概不到十个人，他们走了怎么办？没人教了，这就变成绝学了啊！如果没人教没人学了，四库全书等于废纸一堆啊！这部书乾隆皇帝做的功德，他在历史上了不起的就是把中国图书做了国家的力量做了一次整理，好东西统统入库保留啊，不好的东西都不要。标准就用孔老夫子《论语》里头一句话：“思无邪。”哎，你读他东西不会有邪恶的观念起来，不会有这种念头起来，思无邪啊。邪是什么？杀盗淫妄啊，凡是能够引起邪知邪见统统不要，入四库的正知正见，今天的话说正能量啊，负能量的不要基础的，那些书分量差不多跟全书相等啊，就是一半剔除了，一半保存在四库，真正是国宝。那为什么是个国宝？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希望一生都能享受快乐幸福的生活？要不要？要，人人都是要，中国人外国人都是要。能不能得到？能。怎么能？四库里头有理论有方法，你能得到，这叫宝啊。金银财宝不行啊，那个不能作用啊。啊，那个还有危险啊，还有人有意来夺取来抢劫啊，带来的灾祸啊。老祖宗的教诲好啊，教的什么？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那你教这些东西真好啊。啊，要不要家庭和睦美满？要。事业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顺利成长，社会安定，国家富强，天下太平，好不好？通通在四库里头，只要你在四库里面去找都能找到啊。唐太宗找到了，
唐太宗27岁做皇帝，不知道怎么治国。他很聪明，下令给他几个大臣，成立一个小组，古书里头去找，从三皇五帝到前面这一代晋，东晋，到晋朝，经史子这三个部分里头，有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文字，通通抄出来给他看。就这部书，一共50卷，50万字。造成大唐盛世，唐帝国怎么来的呀？那么这部书实在讲很不幸，唐朝亡国之后就失踪失传了。唐朝时候没有印刷书，书都是手写的，印刷书宋朝发明，所以那是手写的，到哪里去了？被日本人带走了。隋唐时代，日本、韩国、越南，在中国留学的学生非常多。这三个国家没有文明，没有文化，都是学中国的。所以汤恩比把他认为，远东的文化，中国是主。他还有三个卫星，日本、韩国、越南，这四个要是统一起来，它就影响全世界。说的有道理啊！这三个国家不必多，是这汤恩比说的话真的不是假的。你到你们自己国家查，找古书，100年前的书全是中国字，全是文言文。没有他的文字。日本比较早一点，但是文言文占2/3。他们改造的文字少数。越是古籍的时候，通通是汉文。你看，我们从日本带来的这部书，就是《群儒之要》，全是没有一个文，有日文的文字。韩国给我们历史最久，3000年，因为他只一路隔一路鸭绿江，很容易过来。日本隔个海峡，跟我们往来，越南也是的，2500年，孔子那个时代，这是我们的兄弟也。是我们的学生，他的文化文明从中国传过去的，而保守的非常好。韩国跟日本保持的非常好，特别农村。我在日本喜欢住农村，农村住小店，小客栈，就像回到唐宋以前的时代，很有味道。历史不能忘记，历史要把它找回来。兄弟之国，结成四国同盟，文化统一全世界。这不是用军事，不是用政治，不用科技，也不用经济贸易，文化自然统一，都读中国书。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急需要赶快办的，那就是
群书之要要修续集，因为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清这个六朝里头有很多好东西，我们还要重新把它编个续篇，分量体力跟前面一样，将来正续两篇，100卷，100万字，你读了这100万字，把中国四库全书全读到了。啊，能读全书的人不可能，但是读这100万字是非常有可能。老百姓用这个支架了，起架了，啊，国家用这个治国，啊，各级干部首长读这个书，治国，他就有能力治国。平天下是平等对待全世界每个国家族群，就是今天讲的外交。这个世界多美好啊！这个世界是中国人营造出来，中国人5000年的理想，过去在夏商周做到过。夏商周的统一是文化统一啊，不是政治统一啊。我们将来这个地球用中国文化来传播的话，统一是世界大同。外国科学技术的那是世界末路啊！科学技术发展到最后，整个世界灭亡。我们愿意走哪一条路？啊！现在咱不问中国人，问外国人，你是希望集体自杀，还是希望世界大同？个个都想世界大同。那想世界大同，现在你就学群书之要啊！我们现在群书之要有8种不同的语文翻译本啊！我们在联合国办活动，把这些书分发给每个国家地区代表驻联合国的事情，送给他看。我们看看大家的反应，没有一个不赞美，没有一个不欢喜，没有一个反对的，个个都说好。啊，还有一些国家退休的领导人，看了之后多久啊？哎，我看到太晚了，如果我在位的时候我看到多好啊，就会少做很多错误的决定啊。对他们说，这才叫宝啊，珍珠玛瑙那个不稀奇，我不要，我从来不收这个东西啊。人家送给我的时候转手就送别人啊，四库是宝啊。所以我跟诸位说过，我认识什么是宝啊。四库出书只印了300套，我买了112套啊。会要出书大概不到500套，我买了300多套，买来干什么？赠送给全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，赠送给各个国家图书馆。什么意思？不会失传了。世界再有灾难，大灾难啊，总会留几部给我们，用这个方法来保存，
不能让它失传。啊，现在我又看到了，如果没有人会念，那这个心就白操了。所以我要办汉学院，办汉学院这个很单纯的目标，培养一批年轻人，有能力认识汉字，懂得文言文，看得懂四库全书。啊，再希望他们能编一部续篇，全书之要续篇。啊，这个全书之要之宝，是四库的精华，精华当中的精华，太宝贵了。啊，你有这套书的时候，天天就读它，你在这上无论干哪一个行业，都出人头地，都是这个行业的领导人。那用在家庭，家庭和睦；用在个人，健康长寿，都是你所需要的。啊，财是怎么发的？他会告诉你。啊，施财就发财，施法就聪明智慧，施无畏就健康长寿。啊，施无畏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希望我自己一生没有冤亲债主，啊，没有对立的人，没有对立的事，没有对立的物，跟人事物都不对立，我这个日子都好过，都幸福，都快乐。啊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，啊，我不上他的当。不受他的影响，啊，他回报我，我赞叹他，啊，为什么赞叹他？他来考我，我通过了，啊，看我生不生气，看我放不放在心上，我不生气，不放在心上，通过了，问题都解决了。小是个人问题，大是社会问题，再扩大是世界问题，通通都能解决。所以今天特别是这一段一共有六篇，啊，完全讲的是现代的世界，不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，那个时代哪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啊？这个是讲的今天的社会，那是确实没错，佛讲的很周到。啊，我们再接着看华严祖老居士的注解，又和交界聚会，这个交界聚会就太多了，啊，举不胜举，啊，大家在一起，无论是大会、小会、娱乐。啊，娱乐方面的比较多。啊，经言疏语，交界区以下都说明造恶果，为淫造作、杀盗等事，是些果也。音乐会、茶话会、舞会。舞蹈啊，这些东西每一天都在表演啊，喜欢到这些场所里面去参与的人
在家里看电视的人更多。啊，他表演的跟孔夫子立下的标准完全相违背。啊，孔子叫人欢乐场合当中要思无邪，不能让人引发人的不正常的念头、不好的念头。今天是唯恐你没有不好念头，变成正常了，这个可怕。啊，孔老夫子要站旁边了，没人相信了，认为那是不正常了。啊，如果想真正相信因果报应，警觉性就高了。这种不正常的意念杀到阎王，啊，这个念头是常常能看在眼睛里，听在耳朵里的，他会动心。啊，在自己不能控制自己，他就发作，真的杀人放火。啊，在学校，连学生都开枪把同学打死，杀老师，杀同学，在家里甚至杀父母。越来越多啊！为什么会有教的啊？如何对付这个事情？加强宗教教育，首先要认识宗教教育。什么叫宗教？大家都误会。今天提到宗教，就跟迷信挂钩，冤枉啊！啊，中国的宗跟教，就看出中国老祖宗的智慧。啊，他用这两个字来做名称，啊。宗什么意思？宗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，主要的；第二个，重要的；第三个，尊重的。这看似的查字典查到。啊，尊重崇高，教也有三个意思。教育。教学、教化，那这两个字连起来，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崇的教化，这有什么不好？这是中国人对宗教的秘密。真的是主要的教育啊！啊，落实在哪里？落实在伦理。落实在道德。落实在因果。因果是真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，要灾难啊！这是夫子在《易经》里头说的两句话。我相信这两句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啊！所以今天社会动乱，许多在外国的朋友。我遇到了都问我，人心坏了，世界乱了，到哪里去比较平安？我就告诉回中国。他说为什么？我说中国，你去读历史，
五千年来历代的老祖宗都是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，这个族群的儿女不会绝灭，积善之家嘛，必有余庆啊！全世界只有中国老祖宗积德，不积德是民国以后这一百年，一百年前的老祖宗，民国初年的老祖宗，父母都是积德。我说，我凭这句话讲的，我相信这句话，这句话讲的不错。我们要懂得，要明白了。啊，遇到灾难，怎么化解？念阿弥陀佛，念观世音菩萨。谁说的？释迦牟尼佛在《无量寿经》上说，你相不相信？你要相信，这两句话是超越时空、超越时间啊！一万年之前，一万年之后不变。超越空间啊，整个宇宙最好的话是什么？就这两句话，没有比这两句更好的。念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的心，是阿弥陀佛的愿，是阿弥陀佛的心。念观音菩萨是观音菩萨的慈悲，是观音菩萨的心，是观音菩萨的行，真能消灾免难啊！相信的人有福报了，做榜样的人，来福寺的海鲜老和尚，你看他老人家一生，20岁出家，农民，不认识字。没有上过学啊，农民师父给他剃度，只教他一句话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又嘱咐他明白了不能说，不能乱说啊。海贤老和尚的好处就是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，他走的时候112岁啊，20岁开始念，念了92年，做出榜样给我们看，知道了，明白了，什么明白了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他真做到了。师父教他不能说，他一生听话不说。啊，这一句佛号能念到功夫成片。第一个阶段有把握往生，再提升事业心不乱，再提升理业心不乱。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他真到这个阶段啊，什么时候到的？我看亲近他老人家这些弟子写的这些报告，我看过，也看过他的录像。我估计他的理业心不乱，应该在40岁左右。他
他的功夫得力，确实，老祖宗这两句话，他是百分之百的做到了，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学习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他不是读书，他就是念佛，一句一句顶一句，不间断。一天不会少过10万声佛号，一天啊，阿弥陀佛不会少过10万声，念一辈子啊，见阿弥陀佛，我估计他绝对不止10次，10次以上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他亲眼看见。啊，阿弥陀佛多次见面，向佛要求接他往生。啊，佛鼓励他，劝他多住几年。你修得很好，给学佛人做个好样子，特别是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榜样。他听话。啊，大概阿弥陀佛跟他有约定，有用。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，这个书的名字叫《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僧战胜》，就这本书。啊，看到这本书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，所以他天天等。每天都盼望着听着他。那么在我们想象当中不可能，谁送书？大家都知道他不认识字，不认识字送的书，那不是挖苦他？所以我们就不相信会有人带书给他看啊。没有想到2013年真有一个人一月去看他，就带这一本书。啊，他看到非常惊讶，就问这什么书？人家把书名告诉他，老和尚非常喜欢，赶紧到疗房穿袍大衣，啊，整整齐齐出来，拿着这本书，请人给他照相。啊，这张照片照了，第三天走了。没告诉人啊，他只是说我快要走了，快要走了，没有说哪一天啊。有人想送他往生，助他念佛，他告诉人不必送，那个助念靠不住，不可靠，我自己念佛自己往生，真的自己念佛自己往生，做出榜样给我们看。所以要想消灾免难，念观世音菩萨，念阿弥陀佛，啊，两个念也行，专念一个也行，就能化解灾难，啊，就能帮助你平平安安，啊，一生幸福快乐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